其实也不是的，要怪就怪艾老师，他说给你们惊喜，结果成惊吓了。哎，这可不是惊吓，我们以前都说了，小初不管带回来谁，只要是个女的，不管什么样，我们都知足了。哎呦，我们这不没想到带回来这么漂亮一个女朋友吗？哎，小藏，咱俩在东山还见过，你记得吗？嗯，记得。 我记得当初我还以为你是艾老师的姐姐呢。会说话。哎呀，真的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吃饭快点吃，我们家里面人呢，除了我以外，他们饭量都挺好的。嗯，瞎说什么呢？本来吃的少。是吗？习惯不错，继续保持。来，笑笑，你看什么呢？你也觉得姐姐漂亮是不是？哎，我认识她。 他就是大众的手机里面的星星姐姐。星星姐姐？嗯，这是点开微信以后，旁边标出一个小星星，我看见哥哥把他置顶了，你们都没有，只有他一个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呀。笑笑，你以后不许再乱看哥哥手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哥哥现在有女朋友了，哥哥的手机只能给女朋友看。 哼，我讨厌哥哥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